所以我而家咧都係做咁嘅工作。你話咁多書，你係尤其是呢個傻仔玩人玩嘅，係啊，睇好多書啦已經。買到咧亂曬龍。講嘅嘢都唔同嘅。就將來仲有咁嘅文都好啦，呢、這個文唔係太曳嘅文喎，或者佢將來嘅事開始發現咧，做好多種生意咧，佢懂得好多種嘢咧。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就係有條主文。然後其他嗰啲分支咗出去嘅咧，就點樣空點樣集都唔怕，最緊要係條指紋。所謂一掌定終身，掌就改變得比較少，因為啲掌紋咧就冇咁容易變，就面相就容易變。咁樣嘅時候咧，就相咧睇完掌，再睇相。看完相再看回個掌的時候呢，中間是有些不同的，不同的時候呢你就要即是加加減減了，這個就是精神，或者個個的事不太順利啊，什麼他直接幫他推那條，即是學事先或者那個生命線都是以明顯，明顯少少少嗰啲嚇，咁啊，將來我再講到咧，掌紋同氣息咧嘅變化，咁啊更加又好似又上一層樓啊，同人握手，握過嚟握手咧，啊呢位麥先生，咁如果有個人啊介紹，你話麥先生咧？他又想來這裡投資啊，又說美國調令啊，又說什麼什麼什麼啊，咁啊你呢就在這裡呢就負責一個機構啊或者什麼的時候呢，你去接待他啊什麼，其實哇隻手已經知道幾錢了，這番說話真的假的，他的身份是怎樣，如果一個人有看手的經驗的時候已經知道幾成，人的命運又是很得意的。我這裡一個，下面那裡，這裡，這個島民，不是很明確，很明確，放三伏，不如畫出來，畫出來，畫出來，你接筆畫出來，這樣很實際。我咁樣睇，中國上法咧有講嘅掌，亦係分五眼。佢呢個掌咧屬水，本來佢做啱咗行，佢做乜嘢？佢做化驗師，咁成日幫人洗頭啊乜嘢啊，近水近水叫做有揾食啊嘛，啊，唉，又弊咯，佢嘅命運咧。佢屬水，但係佢咧又近風筒啊，又屬火，佢好得意，人好叻，就係因為佢個掌屬水，佢同埋幾個 partner 一齊開，佢好聰明，佢讀書添，充實自己，學到啲嘢翻嚟，話俾啲 partner 聽，反為啲 partner 好生意，阿成同佢幫人。所以他今天灰心到來找我，究竟我能不能好不好轉移，但是46歲很難轉移，正工商即是不是嘴不是嘴聽不是嘴聽，直情音一叫他的嘴就聽，我直情告訴他，他是什麼，我沒有注意，我說你得閒看啊，馬上笑就知道，找了這個做正室他有機會離婚再去做二奶，係啦。但如果他動人哋離咗婚，然後你娶佢咧，會長久啲啦，係咪咁樣？又唔係咁講，又唔係咁講啊！因為如果咁講就男人就還男人，就女人還女人。即係我講個男人啊，如果男人我娶過咁個女人啊，啊，佢離咗婚同我結婚，佢係咪我哋係咪會長久啲咧？唔係，係你離咗婚再娶佢，再娶佢就二奶。好，雖然係大家只係見過誒。急埋曬都係唔夠十個鐘頭啊！咁啊，但我覺得好似我哋之間咧，大家好融洽。咁
我唔知我最歡喜一件有咩事咧，就係、是、一睇見大家咧嘅年紀同埋你哋嘅所嘅知識，即係好合乎我要求嘅標準。點解咧？第一，我最怕咧，啱啱書都未讀完啊，咁做初中啊或者十零歲，咁佢學嚟，佢就點咧？老師教落一加一等於二，佢就等於二嘅咯，佢唔會融會貫通。你哋唔同，你哋不特止喺社會做過一番事，有過歷練，懂得人情世故，於是乎咧，你每一件每一我講嘅每一種嘅學識咧，你哋都會將嚟消化一下佢，亦再加上咧。在你的現實社會上呢，來到即是驗證一下對不對，這樣的時候呢，就對你來好說，對我來說都是很開心的事。第二呢，就是我現在看過大家的相，我敢保證呢，你來這麼多人第日都不會有掛牌都不會在廟街碰見的。